的妈呀！你看这样也是一个脸，好恶哦！漩涡，伊藤润二的漩涡。嗨，今天的小天使是喵妈，耶！我觉得很可怕，我没有挑战过，没有挑战过大胃王，所以我大概等一下会宣告失败告终。我原本是在想十分钟没吃到一半，我就放弃，我就慢慢吃了。可以啦，你看看那么多人挑战成功，给你看第一个是谁？芊芊，这个太扯了，9分31秒。看起来都好瘦哦。是中间这个吗？为什么瘦的人都可以吃这么多啊？异次元口袋。对啊，到底，我真觉得是在霸凌胖的人。我们是朋友了。喂，然后他点这个姜汁烧肉咖喱饭。你干嘛？然后我点这个挑战失败的咖喱饭。其实500块 OK 啦，500块 OK 啦。不用了，你就我不会拍到脸。不然你就是，我就肆意的挖一下，然后瞄他吃，然后下一个。没啦没啦没啦，专业码的。专业码的。麻的，我的妈呀！举不起来吗？不是不是。Wait what？ 举不起来吗？然后我觉得排除人身攻击的提高。瞄他太阳。腹肌压妈呢？那我帮你加油，加油好不好？找人加油。叮叮叮。我还是没有大家一下。我这边有一位帅哥。我要先破坏它，它里面真的，我是饭桶吗？我要当超级饭桶了。你快死了吧，七分饱，加油哦！哎呀，牛牛剩下吃了一半了，时间8分半，可以可以，加油！你看我在想什么吗？什么？已经放弃了。我在后六落差忘了。大概有八几人份，3人份吧，我猜。店员差，你想先提早放弃了？想慢慢来了。真的，而且旁边那个时间感觉就一直在跟你讲说，快点，吃完我还剩下几分钟哦。对啊，你全湿了。那你这样？我刚刚也是一大口咬到那蒜。5、4、3、2。一，放弃了。哎呦，这个人怎么这边有一整块蒜。大约800多。就是1.6包。1.6。哦。你是明天的早餐加午餐吗？来喽来喽，失败了，失败告终。可以看我超级多汗。真的超多汗的，多好吃啊！一般人帮你测试了，一般人吃完了。了解了，2.4是小公斤，大公斤、胖公斤。我挑战失败就减500块，去结账。可是我觉得这样算便宜嘞，因为我那个也要230。拜拜，1000块，拜拜。大什么？我好大什么？哎、欸，他说你那个跟他打卡，还会送你炸鸡。白吃了，吃了饱了，要不要命啊！要送炸鸡。